心有一点清凉，这是咱儒家，咱照着天元这条线，不应该予咱接受的是清搁轻，咱才有这呢啊顺啊。因为零接触是敢像闪电嘞，真紧，速度足紧。所以咱这个感应度啊，嘛爱真强。掀开是正天界，度咱灵魂转身。无形显露是天意，上苍落驾是顺性。是咱有母的灵性，献咱愿这条心。我以清界一点气，再来讲着顺驾咱的心性。是咱落驾的天意，代表愿这个母性。真理是天灵来，回咱母娘精神，恢复天意顺格啦。爱咱有原体这条心，我才有父母娘啊这条心。这是咱转的清净界，是我以无形这条心，伴咱原天阿母啊的心，降伫我即马这个心灵。是我用着灵魂要来讲出家，照着先天这条心，这是咱的原体，嘛是咱的一真。所以讲，我只有用着天性，根本啊，予我这尊神的活力，这是清净的天理。我照着灵的顺意，我才用着这条清澈的心，是咱的源头。母娘爱咱顺家，照着这个天元的灵气，附伫我即马落家这条灵性的，这是咱转落清净的心，无形的显露，是我行出来。这条灵性，咱才有顺驾。今仔日顺天，就是行功。所以讲，咱大家拢是爱用着心来奉献，做天书。尤其是咱即马徛伫遮，这个每一工的早课、暗课，是咱顺着清净的天性。脑海这尊神啊，一定不应该，就是要予咱找的，是咱咧行这个气场、气流，咱才会当顺驾这条心。无形伊的显露，只有行回清净的本性，是咱主宰这点灵气。是咱来行清家己的心，我有无形正法界，你有遮尔啊清楚心来啊，度咱回母这条灵性，转过来咱家己的心稳定。在世间，咱只有用清净的心。不应该爱我用着遮尔啊精，这就是咱天元的本性。咱才有出家，今仔咱要讲的是心灵的显开，照着母娘啊这条灵性，活用伫咱这条神呢，是咱要行的直通，倒转来。咱无形这个精神内底，这是我以心回咱老母啊，这条性质
这个天法只有咱清净行回原来咱这条心真理有无的灵性，转咱清净的本性，咱有原天无异啊，真愿出定是天界，落定现世是自在。这是咱的清净天意，见咱的原天落心，真愿天意是令天界，回咱无形转自开，上苍有落一点气，无让予咱顺性。这是咱道家照着母娘这个元神关调调，咱照阿母啊这个气息留伫咱即马这个心，是咱行的清净这个天意。一世人我都要对母娘调调啊，世间讲叫做一门深入啊，因为我无爱恩慈，我嘛无爱去误当去啊。这才是我这世人的骨子，是咱清净这个天性。我爱顺道转来这条命啊，真愿天意是灵天来，到咱老家是心在在。这是咱清净的灵气，今要来讲定法这条心啊。上了无形定法界，现咱转念顺心开，有咱一条青天的气，带咱无娘顺界心。这是元天的灵气，咱再来讲清净一条心，无形界则是咱的灵性，爱咱看。这是天定，真理是天法界。我有灵光助我来，是咱自在这点气，看咱母娘的心性。天元开了正落来，化开五体上天台，灵元灵性有天意。徛上金元母娘寺，真愿出家是天意，派我落灵顺定。真愿真意是天法界，上苍有无正法来，都来一条青天理，派咱元师上天意。灵元灵性归法界，天理悟出现在啊！是咱度灵这条灵性，是咱看花母娘的心。我有这么啊顺的天意，是咱行上天时。有现主时，这个好时阵啊，当然啦、啊。我爱甲母娘甲条条，唔通叫闹交去啊，对袂着。这就是我种出来这点灵性。世间人啊，讲有神啊，这是咱行清净的天理，这粒心嘛会发动。不应该爱你发射、照射、照耀啊！仙路是正天的。开咱通灵现在呀，是咱一条正法正理，是咱归元无性啊！真理是天灵台，落定是顺自在。这是咱的天元本性，这是咱看过的先天心，灵魂归元照天理。靠来顺家一条心，无形安住落定，现咱归元无性啊！是咱一点
清楚的天意，爬起来离咱的原性啊！这就是咱讲的青天本性。咱离开母娘这条神啊，是咱在世要照着原体。阿婆啊，来讲着心这么啊清净，我会当跟随这个心先天的性。今仔我只有用念，念是我清楚这个脑神啊，我规身躯内底这个心啊，我所有条抱怨所依啦，是咱原来上天性，是咱显露清净，这是咱行的正法性。无形显露是天灵，有咱恢复正法心，转咱落家现世境。真理的本性，是我来讲着通灵，我爱是顺着这么啊正。无形界要咱恢复咱的本来，这就是咱通灵一定性。今咱咧讲是固本培养这个缘，安尼咱才会当讲通灵。你行转来这么啊清净，无形嘛，什么都无啊，无这个形体啊。但是咱只有用这个心感尔尔，咱讲生摸带觉啊，这就是咱讲的青天法界，是咱顺着一点灵气。咱爱行的是上天，今仔日咱用力都是要摸嘛，啊无咱只卖感觉嘛。所以讲，咱有大汉啊，咱才有这个头毛，啊，咱才有这个感觉，是咱这条清楚的天性。母娘要甲咱讲个心内底啊，这个平静，这就是咱传法。一灵性，领着金母这条神啊，是咱原始这个灵性，是咱要来讲出着先天。今仔做人嘛，咱一定爱上阶上道啊。今仔甲咱要讲道，会法门法力，当然爱金母赐予这个指令啊。所有伫咱即马台顶，伫咱的媒体伫讲的。大家拢爱上架，领天顶这个命令啦，是咱这条灵源的灵性。世间只有听天命啊，听上苍派予咱的命令啦，咱只有顺天，照着咱即马咧做诶。今仔日天书，伊是无分大中小。只有靠咱人的心而已，咱人的心就分作真心甲假心咯，就大心甲小心咯，小人甲大人咯。这就是咱咧讲的通灵啦。一个人的心啊，显露是以正法一点灵气，是咱即卖咧找，每一个人都找嘛，找啥？找到咱的灵魂的老母，这就是咱转到天元、天空，一点清净顺天意，见咱母娘落圣，爱咱恢复清净啊！这是咱转入清净界，咱老母啊，这条神自在。今日要讲神的话。当然要靠咱这粒种子啊！咱是佛子，是道子，当然母娘要甲咱教，要甲咱牵啊！子就是还唔知影，所以讲道只为教啊！要安尼慢慢啊牵，慢慢啊教，你这粒种子才慢慢啊布圆会大，你才有这个感，就是这个心。是咱自在，这个灵气，
是咱搁再传倒转来这个心。今日来到这接到这个空气，先天的元气，你这条你这粒种子呀，你这个元神呐，都敢亲像咧奔放咧，是惊你行袂出来尔啦，这个苦啊你爬袂起尔。是用安尼表示来鼓励，这就是咱转到清净的天理。我爱顺着无形的心啊，真理有落定落性，开源转咱清净，无形恢复天意，清净归咱落性啊，真理归来先天性。无形转咱入境，是我行的上天性，是咱老母咧讲的本性。啊，这是咱清的天界，嘛是咱金母啊道神，有咱的主。我再来讲着天元本性，带予咱一点清灵，是咱顺着无形性。是咱搁再转的天性，是灵魂的法界，是咱道定自在。阿母啊，予咱遮尔啊清的灵气，咱再来讲顺家一条心理啊。显露是正法心，传咱道家是上天性，无形伊的灵性。只有转咱清净，这是咱一点灵元灵气，转咱见母顺心，有咱这尼啊清的天界，咱才回到当原来，是咱一条清澈的灵气，心内定，这是我道家的灵性，心灵啊一拍通。一个人只有咱的心意会看放尔，所以讲我要讲的是心量，心量就是后天咱叫做德量，因为道德嘛，都是天啊，行之上，德就是行之下，所以咱要讲德行德量，是咱行的这点气，是咱道德经，你就知影，你有读过凡世间生活的。就是形之下，有相貌的，有名称的，有形体的，你望会到的，动迁你知影，是元天这点意，是我来带大这个灵气，这是我灵的本性，嘛是这个气在流转，在流通，是咱行的上天性。今仔我要讲的，是清我这个脑筋。我要讲的无形界，就是咱的天空，就是咱的太空，咱的空气中，这拢是无形的嘛，无形的相貌啊。我会当用到我的心，用到我这个元神来接受到无形界。这就是通我的脑神出界、出窍、出动，照着无形这个天理，我才有心灵瞬间的圣意，是咱这条清净的天界，掀开咱本灵的原来，这就是咱天意的灵性。咱讲的顺家上天神，是咱这个灵台，就是咱即马讲咱的灵山。我爱是这点灵观，你会当倒转来徛条条。咱造灵做官，灵官这个位置，是咱这个灵要有这个神的家嘛。咱才有现主时的天官、地官、水官。灵，你若是还佫世外、灵外、灵外灵有无？啊，无入来即马即个灵官有无？
你也阁是咱现主持的，敢若像讲自由神啊，你无这个官衔啊，是咱咧讲经，是咱即马徛条条，你咧做事，你有敢若亲像天神无？有敢若亲像天威无？今咱爱是天敌啊，脑中的汁啊，妖敌啊，光影呀，是咱落家一点理，是咱咧行家己的正常，行行到遮，只有咱家己的前进尔，因为这是艰苦，咱才会当体会，咱现主持即马这个情景处境。咱的内境，所以讲这条狗，你来到这，只有咱家己的修和成功了了。不应该，伊毋是自私，伊是爱咱倒转来原来，军粮无守，兵器兵济，大家拢出心啦，无伫这计较的，成功你袂伫这骄傲的。这就是咱情有够，世间啊，你体会有够。人来讲呢，今仔我是要度咱人的心啊。佛是咧牵引啊，因这个因啊，你讲袂听，啊，大家就无输赢啊。我是爱别人甲我讲哦，我爱母娘啊，甲我点哦，点落去，我随清楚起来哦。但是你讲人有无？有当时啊会抗拒，有当时啊会反驳有无？派面相看，这就是我一层一层吼，要有我个人的大体会啦。安尼咱才会当出头天啦。无咱有无？巴里啊规个有无？像咱下鞋啊，你爱一个帽啊下落有无？这个帽啊若无巴有无？你就要收肉你啊！这就是咱咧讲的灵性啦。一个人咧讲的讲的就清气性。今日关一条，就是固本培养咱这个元气。这就是咱转的天元本性。咱来行的通咱家己的心，无你要搁讲，现咱转来。定天地，儒家现世转定机，无形主宰定天性，开元儒家照天命，一点灵气助咱命，爱咱化开先天性，有咱一条正天理，伴咱有路顺天意啊！今这个坎站，咱人拢会用到这个坎站。用到你看册，用到降机，安尼来分到这个段数，就是咱的开局。但是好学校，甲咱真好的学校，这个定落来级数都无同啊。所以今仔日咱是要行，咱现主是家己知影，咱的心脑清哦，就是好学校啊。是咱无爱白白茫茫啦，人若定，咱就照咧定啦。无形界伊是无形的啊，是无法度定伊现主持的即个情景啊。你就会当知影讲无形的啊，无主、无梦、无相、无求、无话，本来无形就无话啊。是母娘甲我牵绳，母娘爱我代表母娘，母娘就是无啊。无生老母啊，天山上悬的，伊走我都欠无啊。是咱一点灵发性，是咱回报正天神，拢是取咱的灵性，拢是转咱儒家的本性。实在起码那会咱新疆天山。甲阿尼泰山，甲咱的昆仑山，昆仑山就是玉珠峰，玉树思想，甲咱的
玉虚风，咱的强子啊，累，头啊一点一工啊，二四点钟，塞车啦，连暝哦，日甲暝哦，上无爱十八点钟啦，再甲咱的西藏，二四点钟，再甲咱的布达拉宫，大招数、小招数、法拉数，是咱一点灵气。是咱来讲着通灵，我的心意呀、啊。今日这个意，就是我真正的清净啊。咱的灵只有会这个意念呢。咱早暗课咧会，是会这个心内这个真意。真意的意思啊，你会当表达啊，现主时无的这个气流，互你会当传到你即马静的出来这个觉性。就是咱个格灵，无留咧甲咱加灵加持，就是咧加这点，是咱这点灵魂的灵气，转过着这么啊清的心，是元天的灵性，是咱行的清咱的脑性，无形的天意，咱只有来讲道家的心，因为佛祖。伊涅槃的时阵，印度遐土地，再咱即卖来讲，鸠摩什法师来解的经，咱大家较听有。因为鸠摩什法师，伊一个爸母，譬如讲爸母就是中国的，老母就是印度的，伊解经才解到咁哩清楚。咱台湾，咱中国是玄宗伊教的，所以讲有当时也解了。较无啊深，今日咱要照着佛心，佛心就是禅定啊。这个先天的智慧，互伊讲出来一半，咱咧讲的讲话做天经啦，佛经就对啦，咱的本性经啦。咱是要行这点灵气，今日所有咱中国要向着咱印度。因为就是印度较风行嘛，就是讲较先进啦。咱来用着咱所有的土产，因为陕西是咱物质丰盛的时阵嘛，的所在啦，拢种作拢种会起来啦。用着咱莲子时的蔬菜果有无？啊是讲咱地下迄个土豆啊，安尼这个车有无？有当时啊，用两台马，就是普通家庭；三只马，就小康；你若四只马，就是头啊较好的原贵啊啦。所以讲买车爱看马啊，伊才拖会远啊。陕西伊是像咱台湾一条路尔，现在拢山嘛，啊无起码就是拢湖嘛。所以讲遐有真济抢劫的嘛。啊，咱去印度换。咱现主是软胖胖遐个衫有无？倒转来，咱中国陕西着中安城，啊，再过来分批有无？伫遐买嘛。啊嘛，咱迄阵中国拢穿素衣啊，粗布啊就对啦。是咱这条正天的本性，咱带有元神，是咱即马道家会当顺着咱的元体。今日要讲。咱原来这个元素啊，咱的元祖啊，哦，元祖有无？游戏机有无？就是老店啊，就是军团啊，是咱用着这点灵气，咱要照着天元这条心。今仔日伫要纠正，一直要胎，一直要离，离出仙。离出着咱现主是新落来这个精华，昨我唔知你讲，要照天书，要牺牲，会当关心别人的酒，因为酒有啥物人？西洋金庙呢？是咱即马对着西洋金庙，以这种大关怀、大关心，一直奉献。安尼，咱才会当讲出着现主是咱的心意啊！
你照着这个时阵，甲母娘来学啊，学爱学会起啊。这是咱花掉的天性，一个人的心嘛，会化境。你会当生出你以前所有的接触，你以前所有发生，今日要做一个整理嘛，要甲以前咱做无够的、亏欠人的，咱要较艰苦的，这世人咱要搁加倍，在这个道中下力。在这个道中来奉献，救家己啦。但是有缘的、有心的，就甲我老狗行会做伙同条路。若是无缘的喔，大家个人行，嘛是一步一步啊。这就是咱回到的灵性，咱来讲到天元本性啊。行一步，你若行正。你得生啊，咱老母这个山尖啊，就是空啊，山顶就是空空啊。啊，你无修无输赢，你嘛是一步一步啊。但是你行唔对的，你都要搁再来试啊。是用安尼来探较紧啦。今仔日我唔免去甲人塞塞奶奶呢。哎呦，你都爱来听哦。是咱大家即卖咧讲缘更加深入个啊，要听唔听是个人你个缘分啊，是咱原始这个灵性，是咱唔免去顾虑，唔免搁伫遐苦啦。哎呦，我甲你载来倒位听，但即卖这个时代还搁咧载，片啊拍开，电脑拍开。讲道的这么多，自载，把你载到位，洗手，搁你倒转来，把你载到位，你片就看三片去啊。会晓收，袂晓收，就是你家己会晓得节省，你现主是的资源啊。是咱一点灵魂的灵性，咱要讲的通天，清咱的脑性，最主要是母娘给咱加灵。不要你这条灵的气氛接受到老母伊的三元，有诶讲叫做三宝啦。咱都一定讲元精、元气、元神在在，会当亲像神的光，遍照无边无际。这就是咱的力啦。我伫进门。老母也教我这个方法，我就要照老母啊一直行，因为我今仔会渗透到我这个脑中心啊，这个心这条灵会出我的头壳顶啊。当然这是空啊，空气啊，空天啊，空性啊。咱的性本空，安尼看到，你就知影讲一个人咧讲讲到倒位去啊，你袂当伫迄个文字浸伫遐。真理是天意，道能转开是先天性。有诶听有，伊就有这个感觉。你听无吼，你著听二十年，你也毋知影。即摆母娘咧甲你教啥？因为咱做真侪做母鸡嘛，伫遐一直讲一直唱啊，心灵显神。乐观灵，这是要用真气唱歌呢，不是你在唱歌戏，而是你在唱平常时，咱连主持的，咱讲做山歌，还是咱社会歌呢？是咱练句啊，你都听得出来这个口味啦，这个声音有无？伊的力气啦，咱最主要修行嘛是爱力气啊。神有力啊，神有威风啊，毋则被外邪来甲咱搅扰。现咱天元乐有灵性，开元悟出先天性，是咱无形这条灵性，是咱来行通灵这个要领。咱要学母娘
的功夫就是闭关啦。今日咧照母牛安尼学啊，一路行来，母牛若讲急，咱就服从啊，遵从啊，遵命啊。母牛若讲急，你就要反抗，你要抵抗，你要反驳，你要甲伊师傅啊照教有无？当然，你永远留伫咱现主持的绿道，你的兴趣，现主持你的固执，现主持你认为对的，安怎讲？欠一寡真正的智慧啦，你知是智性尔尔嘛，在世间有形体嘛，你看有发生，这个来源尔尔嘛，是咱一条正天的灵气。是咱转落先天的本性，伫咱片仔拍开，大家拢知影。哎呦，我去新疆乌鲁木齐迄个富康，咱起来遐一个天地，进前无宫，即马有一个宫庙伫遐，好法官阁起一个宫庙，但是伊内底母娘啊，伊即个门法，你都拢无去甲伊请示。无请母娘倒转来，甲你教功夫，啊！你只是走马看花尔尔嘛，看你这个心愿尔尔啦。真正迄个好诶，真正迄个源头，啊！你都毋知影。有诶嘛，讲我迄阵伫遐，啊，袂当带人嘛，啊，我甲留两三个，一个查某囝，一个老母囡诶啦，啊，搁另外一个查甫诶啦，甲留咧。透早出来，伫咧庙埕看位天地去，莲花总谱。是啊，毋知讲外面一个徒弟去有无？伊看一支旗，毋知去领一支旗。咱摊主怎啊搬来后里遐有无？毋知讲去接到迄七彩旗有无？七牛马，内底真正。有伊所有的来料啦，客伫咧天地啦。啊，你敢若去啊？啊，我都有去，去闹哈。是咱要讲现主时，咱这个个性，咱的缘分啦，无一定缘分就是伫遐啦。但是我伫遐的时阵，我就出来咧洗嘴，冒一挂咱台湾的鸡啊！啊，这母牛无伫遮。我来吃吼，拢无感应。伫遐母娘处罚咱台湾人做鸡的吼，我看的上无五六个啦，拢无端正。啊，莫阁讲开垦，即个母娘甲即嘛开垦，头啊伫个十七八年啊，啊以前无开垦的咧，啊阁较原始哦，啊阁较严格哦。真理显露，是灵天来，度咱清净，顺心意啊！当然，你无这个基础教育，你无老母来甲你牵绳，你要行会出这个味啊，一定爱阁更加认真。尤其是这个性，咱咧讲讲做性地脾气，你一个发性地啊，暴戾有无？烧你的功德啊！你所有做的尽灰啦，尽变做灰尘啦，是咱一点天元的本性，对着咱的元天如镜，上苍有母定如性，开元转咱显一清，是咱一条清净的心。我有母娘啊，这点灵气，带有咱这么清净。一心是我以正法，今日我一个头壳，只有只嘛甲母娘相通尔尔。这个线路这么侪条，咱的心经足侪条的嘛，心经线真侪条嘛。所以讲我只嘛要讲的，只有这心经线啊，暂时刷边啊。只有我现主持这个三单，这条中线。配合着我人多，我会当使去。今仔母娘要讲先天的话，
这个任督甲中气，我都甲关起顶啊。今仔日要讲咱神呢，中界神，我伫这个神父遮，咱的心肝骨在遮。今仔要解说后天呢，我想无爱解说后天的啦，因为解说了吼，别人听了会无欢喜啊。啊，咱是不得已的啊，因为咱的每一个人，拢会当做出着咱现主时好步数嘛。好步数是要怎？赶快回家。你这条灵，卖搁伫遮节外生枝啊！做一寡身躯外口的、心外口的，有无？爱你做做的，感觉你都收倒转来，毋是有诶，接触伫外口啊，永远不回家。所以讲，母娘伊我讲的，是真正母娘伊的内观，伊心内底啊关怀咱遮灵儿啦。真理定来现世明，转咱气中合天性。是咱顺着这点灵气，是咱个人啊行的顺性啊。今日只有倒转来咱的原性了尔，这个如来藏有无？咱的本性了尔。如来即嘛是藏伫咱的心的呢，伊是藏的呢。所以讲，这个本性是藏的。你如果这个若藏的，甲掀开有无？你搁甲净有够，啊，伊就出光啊，就无业无杂啊。我常咧讲，无做无动，无业无杂，就是你的先天开啊啦，毋是后天有无？你浸伫遮，人讲啥，啊，你就对人讲啥有无？咱过去一挂赤脚，我开机时阵有无？所有讲的道理。但即卖我甲想想诶，都无半一个，无半个讲诶是真诶啊！经过即25年，我所有诶用心，所有受着母娘神尊即心明，安尼甲我提醒，终于我行出着即条觉醒诶路嘛。啊，一个人咧讲诶话，一个人咧讲诶课，啊，你就会当去听，翘翘人你就会当分别啊，境界境界。杨叔侪伊都捌听过，伊就知影讲什么境界啊？是咱一条正天的灵气，咱即嘛是咧鼓励性啊，毋是讲我老教咧讲啥，我是爱大家合心合意，照着老母这个庄严，老母的指令，你爱学会成，爱学母娘选，母娘认定。你是伊的龙，你是伊的风。龙就是咱现主时讲的阳性，虎啊，就是咱即卖咧讲的母的。伊也经安尼讲啦，但是龙虎当然是阳性啊。但是这个虎人咧讲是母的，有虎霸母之称啊，所以讲虎伊是母的啊。风就是讲的，风就是母的。是用安尼来分阴阳啦，安尼夜间有无？你毋才有法度一个统一。是咱照着咱的风天，风天就是相，有形象的，有数字的，有数目的，这就是形之下啦。咱即卖咧起卦，顶卦就是咧讲形之上，下卦就是咧讲形之下。第一爻就是咧讲，咱的脚头乌，甲咱即嘛，这个脚尖头啊。第二爻就是咧讲，咱即嘛，这个小便甲咱脚头乌，这个就是第二爻。第三爻就是咱即嘛，这个腰部。第四爻就甲咱即嘛，这个胸坎嘛，哦，就甲咱这心肝骨来遮。第五爻就是咱即嘛咧讲的肩胛头啊，你担会调，担袂调无？大家有要甲你斗担无？我咧真系软烂啦。第六条就是咱即马咧讲的上九上六啊，头壳顶啊，头壳即个头壳啊。你如果若做无够的有无？你着做官，啊，你着爱等到排日啊，落来搁第一熬。今日收市的，你伫即个第六熬，砰一下。
你就要起来第七眼啊，不拉色啊，爬起来，咱即马阿赖耶稣啊，来到第九色，咱的羊啊，纯青啊。这个卦理是要安尼讲，行之上，行之下，你爱看有啊。这祖师爷咧甲你点，就是要你家己会当去了解啊，行出着你这条，你知影何做明路啊？现咱日头一点灵气啦，啊你唔通学人死卦咧呢？是咱讲你要出世间入圣，啊是你要永远住世间？你伫只享受，世间嘛无一定享受啊。好业人有好业人的苦啊，善人有善人的苦啊。修持人，你爱生出欢喜心啊。只有修持，你才会当得到真正的欢喜了呢。啊，若无世间的欢喜，有啦，就暂时啊哩。娶某啦，有无？啊是生日啦，啊是姊妹啊拢倒转来啦，啊讲甲叮叮当当。念的就坐散啊，这股神就坐散，就分开去啊，欢喜神就走去啊，是咱一点灵源的灵性，咱来结合清凉本意落天界，神咱转定实在，有咱一条灵源灵气，转过着清界，咱这个心。我是逐天我拢爱现主持这个气场啦，因为这则是咱的真心话。咱规身躯的力，该结起来喎。咱即马这个，咱咧讲讲鼻腔顶啊，目白耳白这个顶关节啦，即个耳环的下面安尼啦。所以讲这个话，我讲了上解顺，因为我袂得失人。佮说咧，我的灵啊。会阁更加深，所以讲这是机会啊！如果若安尼话，我都要关掉掉。但是这个电波都唔是讲咱人要甲关掉掉就关掉掉的，只是我今麦知影讲这是好料的。清净顺路现世病，转咱一点去通心，灵魂有路正天界，顺咱天缘一条心。显露青天顺灵气，转咱归元无娘神，灵魂有照先天理，度咱清家元天神啊！这是我上爱，因为有当时一礼拜才一摆，有当时无娘降价，伊爱对我的下单调起来，伊咧讲较沉。有当时无娘要开发这个天上的文具，我爱阁真济解说。所以讲，即马伫我诶脑中心，母牛就是直接咧甲我教我即条牛，我毋免解说。真理显露，灵法界，生出着天元顺天来，无形安住则是天意，如来清净则是见妙。天元顺了现世界，转咱清净顺自在，合咱一条灵气，转咱顺家即条心。有现主持啊，这个刹那的电波，所以讲我拢一直要讲较煞。啊，有当时咧听的话，伊会感觉讲阿头要煞，唔是安尼。今仔我是爱照着这个电，母娘嘛爱讲甲会顺，咱这无形界爱当接受，同意老母即马咧甲我牵绳，因为老母咧讲边啊，这文武百官，这众神。一定要扶持啊！不是老母要讲，伊就要讲安尼啊。这就是爱大家所有的因喜啦。所以讲，我接触较济，我就知影这个是我要爱的。真理定法是天意，如来度化是灵机，天元使命代天子，教咱转来上天境。灵魂有宝是天性，开源转咱是天定。有话讲爱做，咱的圣机啦，啊圣机就老母哩，老母就天不言地不语哩。你要做圣机，我问你啊，你就会当知影讲，咱的智性、甲咱的大性、甲咱的太性，
哎，就拢做啊，啊做啊，就拢规天，地位倒大厨房，啊，咱毋讲零基新基念念，只要你会当做基，你就爱心已满足啊啦，心满意足啊啦，是咱现主是世间拢是安尼磨安尼靠嘛，今日讲话，伊是无定一个好歹啊，所以咱只有小心翼翼，我要将着母娘交代。将着我这世人会当周工，今仔我咧讲的母娘落来，你若毋捌讲是巴肚的救军啊，周代工啊，尤其是我大拄迄个啊，脑中心迄个话啊，你看遮尔软有无？我敢若像有咧抽筋拔骨的啊，爱为涂骹迄个气结起来，咱顶啊走迄个遮尔啊轻的话啊。功力是伫遮尔尔啦，但恁咧听，恁就知，恁就讲，嗯，啊，有咧听较幼尔尔。咱咧讲的随常，就是这意思啦。随就是天降落来啊，这个随气啊。祥就是祥和，随气千条，你捌听过无？这就是咱咧讲的这个源头啦。要让你学甲会顺时啦。会发泄，会放下，真理本源是天性，开源转咱是天命。有咱落架一点气，转过着咱的心病。好啊！
咿耶咧咿咧哦啊咿耶咧咿咧啊哦耶啊咿啦哦耶哈啊啊哦啊咿耶咿咧哦啊咿耶咧咿咧啊啊哦啊耶啊咿啦啦哦啊咿耶咧咿咯哦啊咿耶咧啊咿啦哦啊咿耶咧咿咧哦啊咿耶咧咿咧哦。